什么也，我这玩游戏呢，没空，你自己去买去啊。我做着饭呢，我怎么自己去买？你自己不能去买啊，你不会先把火关了，关了之后你再下去买不就行了吗？被弄疼。那么我回来这饭还有法吃啊？怎么没法吃呀？有法吃。我让你买袋烟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我怎么样了我？我这玩游戏这紧要关头呢，你让我去买烟，我能愿意啊？那你能不能不玩了？或者是你边走边玩？行，我这就去买。你牛，满意了吧？嗯。哎，女婿啊。哎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找田都会有点事儿。哎呀，你打电话跟他说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大老远还跑来，怪累的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当面说的好。哦，行吧，他在家，你上去吧，我这出去一趟啊。好嘞。闲得慌，又到地方打工去了。你打个零工也挣不了几个钱，我怎么说都是不听。哎，真闲得死。哎呀妈，我爸想去，你让他去吧，天天在家待着也不是个办法。哎妈，你刚才不是有什么事跟我说吗？啊，慧燕，是这样的，这不你小弟谈了个对象吗？人家那边给配上车，房子首付、装修什么的就得咱们出。我给你爸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，还是差点，所以我就寻思着向你来借点，应应急，等你小弟以后慢慢还给你，我都跟他说好了。哎妈，我这边恐怕帮不上。啊？为什么？小总他家这边事儿也挺多的，他爸身体也不太好。前两天有个亲戚来借钱。也不好不借，所以我弟弟这边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。闺女，那多的帮不上，小的还帮不上忙。哎呀妈，我是真帮不上，我是您亲闺女，我要是能帮上你，我还能不帮你啊？那你们这么多年攒的钱都弄哪去了？哎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花销这么大，小董他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，还要还房贷，那能剩几个？我俩卡里现在就剩5000块钱了，给你了，我们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万一有个事儿，怎么办啊？哎呀妈，这缺点钱，这怎么是好啊？闺女啊，我怎么感觉你不光家里人啊？啊妈，那小董这边，你这边，怎么都是一家人？那我有能力，我能不帮你啊？那我没有能力，我拿什么帮你啊？哎妈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？就刚才，我在门口都听到你们的谈话了。妈，你现在还缺多少钱？还缺5-6万吧。5-6万。哎，媳妇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楼下有个车，咱把那车卖了，妈不是缺5-6万吗？正好也够了。你看行不行？可是你上班地方那么远，你卖了你怎么去上班啊？我骑电动车啊，再不行我就骑自行车，赶紧锻炼身体。20多公里呢。哎呀，没事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大不了我早上早起2个小时。行吧，那我听你的，你说卖你就卖了吧。行。哎，闺女啊，你看，关键时候我女婿能给我顶上。你真棒。你们在这坐着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当从梦中醒。执着的等待，却不曾离开。